当女司机来玩汽车模拟器。大家好，我是邓阳。此时我们刚经历一场恶战，一位男同胞率先出发要去捡我的召回名牌。好的，成功捡到一个。哇，好多人啊，这是要撞人吗？哎呀，撞停了，没办法，只好徒步捡第二个牌子了，非常可惜，毕竟对面人比较多嘛。不过唯一的好消息是三个人的牌子都在一起了，主角来了。这边小姐姐一个螃蟹步过马路，好，成功上车。经过刚才小哥哥的试探，相信这一次一定可以马到成功。小姐姐出发了，方向没有问题。哎，直走直走，方向打过头了。妈耶，这边一个倒车，反应还是很迅速。哎，有人打车，小姐姐很慌。哎，但还是给敌人撞了一下。这边一个右满舵，成功碰瓷围栏。哎呀，磕了一下，调整状态，深呼吸。好的，这边咱们一个右转弯，直接撞咱们的安全气囊。好的，这边再次倒车，调整角度。好的，成功捡到了三个人的牌子。小姐姐这边倒挡一挂，开后视镜啊，咱说油门一踩，拜拜了您嘞。我是东阳，给你分享使命战场的小故事。